信任如水，一旦回了就永远都清澈不了。真情如镜，一旦碎了就没办法完好如初。选择信任一个人，可以说是把心掏出来给人看。因为重要，因为可靠，才敞开心扉，才袒露软肋。选择关爱一个人，就是把心掏出去没想收回来。因为看重，因为在乎，才拿心惦记，才拿命珍惜。被信赖的人欺骗，感觉自己就像个白痴，可只是愤怒，更多是后悔当初。被深爱的人伤害，像一把刀捅了心脏一下，何止是疼痛，更多是烙下伤疤。信一个人有多不容易，说出的谎话也许就在一句，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，可凉一颗心只要一瞬。不要让信你的人输得一败涂地，不要让爱你的人含泪离你而去。信任一生只有一次，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也没几个，耗上时间，耗上精力。人心只有一颗，别拿冷漠周旋；诚信只有一次，别拿谎言挑战；真情只有一回，别拿虚假敷衍。你不坦诚，谁对你真诚？你不真心，谁对你持之以恒？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就像装满东西的杯子，时光续不了杯，才让信任可贵；诺言续不了杯，才让真情珍贵。人的一生永远不要弄破两样东西，那就是信任和真情。信你的人别骗，爱你的人别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